cosita.一些白色跟红色的点点。这个是纸外面的塑胶膜，没有办法被打碎。ASMR 之后，就一直觉得 ASMR 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东西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ASMR， 所以欢迎大家看完影片之后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跟我分享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，欢迎帮我按赞、留言跟分享。我会从留言的朋友里面抽出3位送出。